到病人，开唔到刀。这是高雄的民生病院，有一个大院咧治疗着低血压的病患，和协助塞病床的工友，甲五人做要做手术的病患，都甲塞入去开刀房了。开刀的过程当中，主刀的医师、麻醉的医师等等，总共五个医护人员，拢无发现开唔到人。一直到病房的护理师送药啊，要给患者吃，找无人，才发现代志大条。也不过已经开刀开了了，加在目前病况稳定。啊，民生病院承认医护人员有疏失，将会追究责任。啊，高雄市卫生局嘛讲，会甲病院罚款上悬500,000。高雄市立民生病院传出四岁时竟然摸唔到患者，甚至佫开唔到刀，消息一日传出来，让社会是掉车惊。一个是左边，一个右边。哦，同一个病房。同一个病房，那病例是对的，但是病人是推错。就伫四号，当时即个住伫咧路桥永和之家细汉的查甫患者，本正即是因为患者痰收侪，佮低血压的问题住院治疗。而当时刚一间病房内底，佮一个准备进行胸腔引流手术细张的查甫患者，毋过到三工，煞患者要去手术室的工友，竟然煞毋着患者。伫个护理师要开药啊，才发现黄先生胖见啊，赶紧通报。毋过当时手术早就已经做煞。主治医师一般来讲，应该有开刀房的护理师。直接跟病房护理师联系要送病人，但是这个个案是主治医师直接打电话请病房护理师送病人。原来就是无遵照 SOP 标准的作业流程行，才会病房护理师、手术室护理师和麻醉科医师、落尾含主刀医师，在了交接班的时候，才会冒出这么大坑出来。病院新进收费强调会记个处罚，追究责任。主治医师，所以他负最大的责任。传送的工友、护理师、麻醉科的医师等等，这部分我们会进行这个移除。目前这个引流管已经拔出，那病人也没有特别的一些不适。处分医疗副院长、外科部主任及护理部主任，申诫各一次。原严嘉琪院长则免除管理职务，免兼院长。高雄市卫生局嘛讲，除了相关人员，卖甲主刀医师开罚，不过患者原本是要到病院进行医治，煞防高血压开唔到刀，含过医疗疏忽，予大众是看甲有够害头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